的确，安全才是回家唯一的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台北县万里级的渔船长顺发号，它前天在马祖外海发生了火烧船的意外，八名的船员有三死五名失联，这让家属是难以接受。而现场的情形，立刻连线给我们的记者刘晓琪。谢主播，台北县万里级渔船长顺发号在前天晚间行经马祖外海时发生火烧船的意外，造成三人死亡，五人落水后失联。这个消息传回基隆后，家属听了都是非常难以接受，而且质疑呢这个海巡单位在救援上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们来听听家属的说法。我要救人，无要救船啊，吼，船啊拢安怎烧好再烧，伊结果船啊找无一点钟去甲救火，为什么会这么悲愤呢？其实这个整个救援行动呢，家属质疑是非常的有问题。因为这个长顺八号呢，15号晚间7点左右就已经那个海巡署以及这个连江县的这个建设局都已经接获通报，7点的时候就证实他在外海已经火烧船起火了。但是呢，在9点的时候，这个福建省的台办来电说，告诉海巡署，这个包括3名台湾人、4名大陆人以及印尼籍在内的这个8名船员都已经搭上了这个救生艇。那海巡单位呢是认为说已经获救了，但没想到11点又过2个小时，在11点的时候呢，这个福建省的台办又来电说救生艇并未靠岸，那这个8个人呢现在还是下落不明，海巡单位再次投入救援，但是一直到16号，也就是隔天早上的8点钟的时候，才在附近的这个海域找到了一个破损的救生艇，并在上面附近发现了这个3具遗体，而其中有一位呢就是这个船长林宗兴。那家属呢在接获这个妈祖这边传来的这个照片之后，证实呢这个遗体的确就是船长，而且他们非常的难受，没有办法接受说好好的一个人出门怎么会发生这样子的意外，而且呢他们都质疑说，如果呢有把握这个黄金救援时间呢，其实这个惨案并不会发生的。那现在呢家属呢还要再跟海巡单位来做一个确认。那这是现场的最新情形，将时间镜头还给主播。好了，这个火烧船呢也就凸显了两岸的海上救援合作机制有必要要加强。